刚才在小溪玩的时候，发现脚下有一群黑黑的东西在水里游来游去，于是把镜头放进水里看一下。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鱼？乌压压的有几千条，大家猜猜这是什么鱼的幼崽？有一条鱼竟然在啃石头，看到没有？拿出我的捞鱼的抄网，拦住它的退路，用脚把鱼踢到捞网里。哦吼，上货了。这是什么鱼？身上有一条粗纹黑线。小溪沟里的宝贝还真不少，没一会儿就捞了好多条。不错不错，把石头下的鱼都赶到捞网里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漂亮的鱼。上货了。这个鱼也挺漂亮的，身上有着漂亮的花纹，整体呈现金黄色，可以养在鱼缸里吗？ Nice。 捞网里还有一条，跟刚才那条有点像，又有点不太一样。石头里躲着一条黑黑的鱼，用手给它摸出来。哎呀，不小心让它跑了，可惜。